我有一个小梦里，我从来都不起。啊！别出声！别喊，我就放开你。怎么了，可可？闭嘴，别叫了。可可，怎么了，可可？开门呀！哎，怎么没有声音了？这孩子又不知道在里面瞎折腾什么。可可，哎，你是谁呀？你怎么在我家？妈妈，他是坏人，他是坏人。我不是坏人，我不是坏人，我是你爸爸的朋友，来你家和你捉迷藏的。哎呀，狗蛋，还真是你呀！吓我一跳。叔叔，你怎么不早说呀？吓死我了！哎呀，你刚才一喊，把我吓的。狗蛋，你以后来家别开这种玩笑了，你全把孩子吓得不轻。行行行，我知道了。妈妈，原来是虚惊一场，可吓坏